你好，请问是西西吗？我是啊，你是？小姐别误会啊，我是点歌台的。半年前，有一位先生在我这里给你点了一首歌，让我务必今天送出。你方便听一下吗？给我点歌？半年前？谁呀、啊？我先给你念留言吧，你应该能猜出来。他说：“小西啊。”好久不见，如果我还在，此刻的我们一定牵着手走在大理的小巷子里。对不起啊，答应你白头到老，我食言了。我好想你。3年前的2月14日，我在万达看到了你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公主。终于5月21日，你终于成了我的公主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可能是老天觉得我做得太不好，所以不让我继续在你身边照顾你了。没关系，你抬头看看天空，我会在天上永远地看着你。我的公主殿下，答应我一定要幸福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展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这边的记录是去年的10月份，而且点歌的并不是张先生本人，是他的朋友。因为当时张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。